诸位法师，诸位同学，今天我看到的问题不少，看两个小时能不能答完啊？第一位是北京郭居士，他所提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法师常说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一起，即一声佛号盖过，保持心清净。多年修学实践中，尚有妄念烦恼时多时少浮现。在参学到优婆塞戒经，在一菩萨品中，世尊以理以多国四力交接，说他自己在因地修行时，把烦恼握有当作菩萨道庄严办，甚至常识中具足了烦恼痛苦，因为有自在力，绝不让自己退转，并成就了义菩萨四条。这是请法师集合起来做较深入的开始。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讲的这个世尊举的例子，我们凡夫学不到。那为什么呢？你在梵网经里面去看，释迦牟尼佛说，他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做佛了，是第八千次了。换句话，早就成佛了，他是来表演的啊，所以在经论上，佛常说，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有八万四千法门。啊，是不是一个法门对一个烦恼呢？不是的，这我们在华严经都读了这么长久的时间了，我们了解，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断一切烦恼。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嘛。现在华严经讲的这段经文就讲这个道理嘛。啊，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根性不一样。那么修学环境也不相同。啊，所以最方便的，最容易、最稳当、最方便，还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啊，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一句佛号提起来就是觉了。啊，用这个方法比什么方法都方便的，人人都会用。啊，问题你能不能坚持？啊，妄念无论是善念恶念，不管是什么念头，只要有念头起，你的第二个念头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啊，就把它换过来了。所以大集经上佛说，这个念佛是无上甚深禅。啊，比宗门这个参话头观心参就啊方便多了。那个很不容易，这个很容易啊，所以我们学习一定要契合自己的根性啊，一行道应当要走，不要替自己找麻烦啊。这样殊胜的法门，真正念佛，你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许许多多人念了三年，他就成功。过去有人问过我，这法师是不是他们三年的时候就寿命就到了？我不相信，哪有那么巧啊？啊，不可能啊！而是什么呢？功夫到了啊，他往生自在啊。我虽有寿命不要了，我想早一点学，他真学得了啊！啊，这个功夫并不是很深。这个净宗讲一心不乱呢，
有三个层次啊，最高的离异心，其次就是事业心啊，再其次的叫功夫成心啊。说实在话，一心不乱，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做到，但是功夫成片是可以做到的啊。这个离异心不乱呢，烦恼断了，那就发生菩萨了啊，这是生十报庄严土。事业心不乱了，等于阿罗汉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断啊，见思烦恼断了，那个往生就自在啊，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往生，想在这个世界上再多住几年没关系啊，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啊，我们能做到的是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最浅的念佛三昧啊。什么叫功夫成片？心里头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杂念，这不啊，妄想杂念没断啊，但是这个佛号啊得力，佛号确确实实把这个妄想杂念呢扶住，像石头压草一样，他真压得住啊！啊，这种功夫，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根性立的，这佛经上讲的七天可以做到。啊，那么功夫差一点的，根性差一点的，我想七年总没问题吧？应该可以做到了，是真的。那我们现在学佛不止七年。啊，总有好多个七年了，为什么还做不到呢？不用功啊！啊，就是警觉心不够啊，烦恼起来让他起。啊，不知道啊，第二念的时候换成阿弥陀佛，他不知道换，啊，那这就不行。啊，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自己。啊，法门一定学一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能换第二个。换第二个，前功尽弃。啊，我们用念佛法门，我们又学优婆塞经，又去学这个金刚经，那你就麻烦大了。啊，每一个经里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常常换方法的时候，你的功夫怎么会得力？啊，一门，一门才得力，啊，才能把烦恼扶得住。啊，所以要具足信心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第二个问题，就上提议也恭请法师开示，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转烦恼成菩提啊？尤其在往生前能一转一切转，这个不仅是往生，在平时就是一转一切转。那么你要想真正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先决的条件，这个过去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啊，看破是真正了解这个世界是虚幻的，不是实在。啊，般若经我们总结六百卷大般若所说的。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破啊！你也能看破，你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功夫就能得力，你就不会被外面境界干扰啊！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警觉性啊，我有四十年没看报纸，没看新闻，这通通都没有。这有时间就看经，看经的时间都不够了，哪有时间去看这东西？
可是在年轻的时候，每天都还看看报纸，看报纸我看跟人家不一样，我看什么东西？我翻打开报纸头一个看讣文，今天死了哪些人？有老有少，你看看呢，走了，天天都走那么多啊，哪一天一定轮到我们，靠得住的嘛。所以我那时候有个警觉，人任何一个人在世间，只有一桩事情很精进，一分一秒都不肯停留，往哪里去？生下来往坟墓啊！人想到这个地方，你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克制自己的烦恼习气容易多了。这句佛号就念得好。什么都要贪，什么都想占有，据为己有，身体都保不住啊。我常常讲了，我们每天晚上都死一次，你晓不晓得？你睡着的不等于死了一样啊。睡着时你这个房间都是哪一样东西呢？没有一样是你的。睡熟了也不能抬走，你都不晓得。这是应当要警觉到的。有这么高的警觉，对世间没有留恋。那么人活在世间干什么？提升自己的灵性。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总而言之，把我们要往上提升都可以往下坠落。这是好事情。所以古大德常讲，万般将不去，唯有一业随身。人决定不造恶。那你要想过在人生当中过得最快乐，过得最幸福，一生当中没有恶念。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纵然那些人那是冤亲债主有意无意找麻烦的毁谤我、侮辱我、甚至陷害我的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怨恨，没有报复。而且什么？而且还有感激。为什么感激他呢？他在考验我的功夫啊。我通过了，很顺利通过了。对一切人呢，有个感恩的心。你说，这个日子多好过啊！没有恶念，没有恶言，没有恶行。这个日子就非常好，非常舒服，所以这个我的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学了54年，我很感激老师。我的老师照片都在十楼，下面的十楼那几张照片，我的老师。我真得到了，就是断恶修善，就是要看破，要放下。不要跟任何人计较，他造恶业，他迷惑，他还没有醒悟过来。我们醒悟过来了，跟那个迷惑的人怎么可以一样？不可以。这一位是沈阳马同修，他有两个问题。他说我想将现空闲的门市房做念佛堂，一个居士告诉我，办念佛堂不是那么容易，必须有道理才行，我只有愿力没有道理。请老法师开始。愿力和道理是一是二，怎么做？有愿力就行，有道理当然
你能够成就自己，也能成就众生。啊，可是道力是从愿力里面培养出来的，啊，所以愿非常重要啊，啊，努力把我们的愿望，啊，这个通常佛法里面讲愿力呢，多以四弘誓愿做代表，啊，第一个我们帮助一切众生，啊，现在众生很苦。全世界都苦啊！啊，苦在哪里呢？苦在没有接受过圣贤的教诲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不懂事，不知道怎样做人啊，不知道怎样做事，苦在这个地方啊！啊，那我们有幸的学佛。啊，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啊，这个佛教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绝不是我们一生呢能够学得了的啊，这个要知道啊，就好像学校读书一样，这个大学科系很多，你能不能把所有科系都念完了？不可能。那我们再选择一个科系，一个科系念四年就毕业了啊，所以佛法有十个宗，十个宗呢就好像十个学院啊，宗底下有派啊，那个派就等于是派系嘛，我们选择一个学系，一门深入啊，选定之后一生不要改变，你才会有成功啊，要常常换的话，你的学校念书毕不了业，今天这个学习好，明天那个也不错啊，大概念到一百年你都毕不了业啊，一个学习嘛，学四年，十个学习就四十年了，二十个学习就八十年了，三十个学习就一百二十年，你没有那么大年岁啊，你毕不了业，哎，一个学习四年毕业，道理就是一样的嘛，啊，那个世间学问呢，这个学习是各行如各山的，你这个学习念得很好，那个学习你没学过你就不懂啊。但是佛法不一样，佛法一解释多，多解释一，这一门通了，一切都通啊，这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你要想走捷径啊，怎么样能快速成就一门深入啊，经宗是最方便的，经典最好啊，这是无经一论啊，是无经一论的六样东西还太多了，我在这六样东西里面选择一样啊，一生当中专攻行不行呢？行啊，一样成就啊，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学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是禅定的，心不颠倒是般若智慧的，所以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哪有不成就的？那么有这个缘分，自己念佛堂不管大小，能大呢，多容一些人，少呢，人少一点。而印光大师过去常常开导啊，劝人这个道场不要太大啊，在一起共修啊，以二十个人为原则。老法师说这个话好啊，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二十个人在一块共修，像我们这么大的场所就很好了。不杂。你们有二十个志同道合的，你们也可以找个地方的时候做一个小念佛堂。真正专修。
心无二有，啊，大家在一起互相勉励，一众靠众，没有不成就。啊，人多了，人多就复杂，啊，这个闲话就多，功夫很难得了。啊，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喜欢，你动心嘛。那么我知道现在这个在中国这个东天目山啊，就是杭州啊临安那个地方，他们听说有五六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有三个念佛堂，他的方法很好，不准说话，每一个人带个牌子指语，这个好啊，不说话了就没有是非了。严格的执行啊，你进念佛堂之后不会说话啊。平常的时候他是使这个修学修行的时间长啊，每一天有八个小时听经啊，他那里放这个录像的光碟啊，听讲经啊，大概有十几个小时念佛，所以你就没什么空闲时间。啊，累了嘛，只有休息的时间，啊，所以这个管理的很好，啊，这个就很如法，啊，所以不说话好啊，啊，所有一切麻烦呢，都是言语太多，啊，这个第二个问题是，1961年。老法师发愿建念佛堂，经过许多年机缘才成熟。办念佛堂机缘成熟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现在我听说这个中国的宗教政策啊有改变啊，对于办念佛堂呢，国家都很欢迎啊，审批很容易啊，大概当地这个。宗教局啊，县宗教局批就可以了，都用不着上报啊，就建念佛堂，好，很容易。学印光法师人不要多啊，越少功夫越得力啊。每一天听经，我觉得2个小时到4个小时很好，都不要说话啊。听经懂很好，不懂也没关系。啊，变数多了啊，就听懂了。啊，这位是福州的啊，林居士他问的。他说他在香港皈依，那么由同被佛学院录取的学生接受佛的教育，我一定努力学佛，用正知正觉正念的思想学懂放下是与谁，用智慧修行，用智慧帮人，啊，这是正确的啊。下面他有几个问题啊，他一个没有皈依，而自己认定世尊就是他心目当中的师父，而开办一所没有注册的佛堂，这样可以吗？称得上居士吗？皈依是一个仪式，我们真正做佛门弟子应当像佛一样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啊，这是正确的，啊，正确的引导，你才真正有智慧，真正有正确。啊，如果你说我很行，这些出家人都还不如我，啊，我用不着去皈依，你傲慢心升起来，那你这种做法，你做的是很如法，你会让所有这个天下学佛的人呢，都不要皈依。你就把佛教毁掉了。你想想看，这个因果责任呢，要负担。不是没有因果，有因果。你把规矩破坏了吗？这个法师没有修行。也没有什么道德，但是他已经穿了一身衣服。我们真正做佛弟子的时候，还要到他面前接受皈依。我皈依是皈依三宝啊，不是皈依某法师啊。这个我们在传授三皈讲得很清楚的。僧团等于说像是入党一样，你入党，那上级党部一定会派一个资深党员来见识，那就是这个意思嘛，他在给你做证明啊。那出家人不管他有没有修行嘛，他代表这个住持三宝嘛，来给你做证明，这个手术一定要做。师父临近门，修行才过来。那我们自己好好修，我们的成就那可能超过了。这个是太多了。但是你自己的时候是瞧不起这些修行人的话，你自己已经有故事，功高我慢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决定造成你自己障碍。你说有你智慧，实在你很愚痴。你说你有觉悟啊，实在你很迷惑。你没有把事情看清楚。这个道理要懂。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我们凡夫看佛菩萨也是凡夫。看一切众生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不善呢，看一切众生都不善呢。我要是个善人，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善。那所以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我们才成佛？哪一天你看到蚊虫蚂蚁、卧轨地狱都是佛，你就成佛了。不必问人呢。这修行修什么呢？我们讲经讲这个讲习的讲太多了。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把妄想断掉，分别断掉，执着断掉。那个时候你显露出来的是你的真心，是你的自信，那就是佛。众生跟佛的差别就在此地。凡夫就是因为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那么你不愿意这个依照佛的这个教诲去接受三皈你这个就是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如果你没有的话，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对了。这个道场如果是不如法，我们皈依之后，我们对他恭敬，对他供养，我不跟他学习就对了。恭敬供养是平等的。不能说恶人你就不照顾他了，那不可以。恶人没饭吃的时候还是要帮助他。他有困难也要帮助他。这个要注意，要向这个国家注册。现在各地当地都有佛教协会，都有宗教局。佛在梵王经里面教给我们，佛弟子不做国贼，不谤国主，这是梵王两条重戒。
啊，什么叫不做过贼呢？贼是伤害，啊，是贼害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不可以做伤害国家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啊，这个不可以做。啊，不可以毁谤国家领导人。啊，那个国主是国家领导人。意思延伸呢，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你说省长省的领导人，县长是县的领导人，宗教局长是宗教局的领导人，寺庙的住持是一个寺庙的这个领导人，他有过失，我们不可以回报，我们可以劝导啊，劝导的时候要在没有人的时候，没有别人听到看到，顾全他的面子，这是真正的善意啊！大庭广众当中来宣说他的故事的时候，那他很不容易接受啊，那个是错误的，跟人结怨仇啊，所以劝人归故不能由第三个人在旁边看到，这叫真正爱护他，真正的帮助。啊，劝一次他能改很好，不能改还可以劝一次，第二次再不能改就不要再劝了啊，这是做人的有道理啊，所以决定不回报。佛在璎珞经，璎珞经一般讲是在家菩萨行，有两条啊，一条是不漏过税啊，这个很重要啊！你看现在很多做生意的人想尽方法怎么样少交一点税，这个是佛弟子不可以，佛弟子你要是有这种念头这种行为已经破戒了啊。第二个呢，不犯国制，国制是国家法律，一定要遵守，决定不可以犯法啊，你看看佛教给我们啊，要受三皈啊，要受五戒菩萨戒，你见道场临终最好要受菩萨戒啊，你才可以临终啊啊。那么有很多同学问我啊，这个佛门里面的大衣啊，这个在家居士打曼衣啊，受菩萨戒才可以打曼衣，不受菩萨戒不可以啊，不受菩萨戒打曼衣就有罪过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五戒没有异的啊。那么海青没有关系，海青是中国古时候的礼服，谁都可以穿啊，这是汉朝时候的礼服啊，所以这是我们穿的服装全是在家啊，只有在佛这个佛寺当中啊才大衣啊，那是佛门的礼服啊，佛门的礼服就是三衣啊，诸位晓得的，这个25条衣、9条衣啊、7衣、5衣啊，这个是佛门的礼服啊，遵守这个制度啊，这个就是佛的形象，常住在世间啊。如果这制度我们不遵守，形象就破坏了啊，破坏佛的形象跟破和合僧的罪也是相等的啊，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他底下一个问题说，一年多呢他就收了100多个信徒啊，已经告诉信徒从现在开始皈依他门下的，不可在外皈依另拜师父，否则就住处佛门，这个可以吗？啊，这个问题严重了，这不是皈依三宝，这是皈依某一个人。哎，你的释迦牟尼佛不是你的师父，你皈依那个人，那个人是你师父啊，你不是学佛，因为跟释迦牟尼佛没关系
啊，你是跟某一个人学，不是跟佛学。我们皈依是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的是只要是出家人，那都是我的师父，这个要懂的，啊，至于我跟哪一个人学，那是另外的，啊，所以佛门这个出家人称呼有很多种，那么普通称和尚，和尚就是我的老师。真正教我的才成和尚啊，他是出家人，他在外面弘法利生，但是没有教过我啊，我就不称他和尚，没有和尚的关系啊，称他什么？称他法师，称他阿舍利啊，就好像我们一个学校一个大学，这个大学里的老师很多啊，都是我们学校老师，我们都要尊重，他没上过我的课啊，他上过我的课呢，我称他和尚；没有上过我的课，称阿舍利，称法师。哎，这个关系在此地啊，所以这个和尚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指导教授啊，你真正跟他学的啊，这是和尚啊，和尚不是随便称的，和尚这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另外的时候就是校长，他可以称。啊，他是主持这个教学的，啊，一个学校的校长称和尚，啊，教导我的那个法师，我跟他的关系是和尚，啊，除这个关系之外的时候，我们都称法师，啊，都称阿舍利，啊，阿舍利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他的言行是我的榜样，是我的。模范，但是他没教过我，啊，这个称呼要懂的，啊，这是一定要搞清楚，啊，那么和尚、阿舍利、法师，男中女中都可以称，在家出家也都可以称，啊，那么在家一定是。受过菩萨戒的居士啊，他教你啊，那我是个出家人，我学的佛法是跟在家居士学的，李炳南老居士，他是我的和尚啊，我是跟他学的啊。那么李老师这个净土呢，他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啊，他是印光大师在家的学生啊，他学得很好啊，学得确确实实有很多出家人比不上他啊，虽然形式上没有出家，他的生活比出家人还严格啊，他日中一时他告诉我，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日中一时啊，他97岁往生的，啊，一般出家人比不上啊。啊，他的生活完全依照佛陀经教里头教的去做，啊，比出家人还严格。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可以跟在家人学。遇到这样的大德，那是菩萨了，那不是凡人了。啊，有没有例子呢？有，佛陀在世的时候，你看看，舍利弗、目犍连，这是佛的大弟子，出家弟子。啊，佛常常叫他们去听维摩居士讲经。啊，他们见维摩居士也是顶礼三拜。右饶三匝，跟见释迦牟尼佛理解完全相同。啊，佛法是师道，佛法是教育。啊，教育里面的老师第一大，啊，他是在老师的地位。啊，我们出家人是学生，那就要尊师重道。啊，不能说是他是在家人，我是出家人，我比他大一等，没这个道理。
啊，这些都要懂啊，不懂不行啊，不懂常常就搞错了，常常在造罪业。啊，这一桩事情，民国年间讲的最清楚、讲的最透彻的欧阳靖宏，啊，这民国初年，啊，他是杨仁山的学生，啊，都是在家的大德，啊，那个时候他办那个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出了不少人才。民国初年，许许多多在家出家大德，都是他那个佛学院培养出来。他主持这个佛学院，他是在家学习，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佛法是师道，老师弟子，啊，尊师重道，啊，这就是这个《观经三福》里面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是佛法根本。那么现在这些我们都没学，为什么要提倡弟子规？啊，弟子规就是这两句经文的落实。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的落实。啊，那像我们这些基础教育没有接受过，所以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会遭遇许许多多困难。啊，许许多多的事情啊，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要从这个基本东西学习。下面有个问题，就是女人能当方丈吗？在某年大年初一，名为祈福大会，在会上宣布啊，她授予天命，从今开始。象征性的剃度，将头发将发尾剪了少许啊，我就是方丈，然后穿上方丈的袈裟，这不行吗？又称呢是几千年观音难得降世在他身上，化度众生，尤其是超度直接上天，有可能吗？这是否入魔了？啊，迷了许多七八十岁的公公婆婆来跪拜他，是罪过吗？害怕吗？啊，现在有些人开始觉悟啊，但害怕啊，因为他说不听他的话会打入十八层地狱，怕报应啊。嗯，问题很好多啊，搞得家庭不和，丈夫持刀砍佛堂的大门等等，该怎么办？啊，老法师对于我作为修行者也好，朋友也好，应该怎样帮助他们？是开导他好，还是视而不见为好，免得造口业？啊，六波罗蜜是否代表六位佛母？你要好好的学，你这个里面所说的全是外道。啊，佛门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要多听经，要多学习啊。这个问题很多，而且现在在国内在国外太多太多了啊，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遇到正法很不容易啊，真的是福报啊。说修行者是否需要经常闭关？闭关又代表什么？啊，闭关是否足不出门，而在家可以做家务、打电话、见客人，何谓闭关？好了，这问题都不必答复了。但是闭关的时候要跟说一说，这是常识。有一些出家人不懂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初学佛也不知道啊，总是这个听到闭关的法师都很羡慕啊，所以我出家没多久，
有一个居士，他有一栋别墅在山上，平常很少去，他就告诉我，法师，你可以闭关住山了，我供养你。我去看了一看，很满意，是个日本式的小别墅。那回头之后，我就到台中去看老师，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老师笑笑，就现在一出家一受戒，闭关的人说，我听说有，你也有这个机会，很难得。闭关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你的道业已经成就了，你已经到什么？到无学位了。老师告诉我，中国古时候有例子，赵州八十有行酒啊。赵州和尚八十岁还到外面参学啊，还去学习啊。他为什么不闭关想象舒服日子？不行，你自己道业没成就。所以闭关的条件是你的学问道德圆满成就了，但是怎么样，没有法缘，没有人请你讲经，没有人请你教学，古人都很谦虚绝不像人说我的道业学问有成就了，你们可以跟我学了，没有这个道理，这个说这个话多难为情呐！那怎么办呢？宣布闭关，住山，住山就是住茅棚，不下山。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有问题可以到我这里来学。所以闭关就是告诉人家，我是善知识，你们都可以到我这来学。如果你到我这来把我问倒了，我就跟你一块下山去，不够资格闭关。那个关门就打开，赶快出来去学，你还不够，哪有那么容易闭关是等待别人来请你在山上等待有缘的人来请你请你下山弘法一生你学成了之后你要去叫传法了，传道了但是没有人请的时候就用这个方式自己进修本事感头更进一步有缘这是兼善天下，无缘独善其身，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有一种人呢，就是道业虽然没有成功也有资格闭关像我就可以是什么呢？他名气只是虚名，大了。走到哪个地方啊？看你的人太多了，你自己修行的时间都没有了，才关门自己修，外面拒绝。这两个条件，不是这两个条件。怎么可以闭关？怎么可以住山？哪有这种道理？所以我们听了老师教训之后才晓得，今天天下人口没有资格闭关住山。这个不能不懂就是不问呢，我们也想不起来，问的顺便给大家说说。闭关跟住山都不是容易事情都必须具足条件。这位是蔡居士，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常听老法师说不可以贪
财色名食睡。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贪睡？你要好好的算一算，一天24个小时，你睡多少小时？睡眠是昏沉啊，所以心地清净的人睡眠自然就少啊。我们修行学道，时间不够用啊！啊，贪睡的时候，把你的时间空过了，非常可惜。所以，世尊当年在世，规定这个出家人睡眠呢，一天只有4个小时，啊，中夜睡眠，啊，古印度是讲60，昼夜60。昼30，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夜30，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晚上10点钟到2点钟睡觉的时候，2点钟就要起床了，勇猛精进啊，不可以偷懒啊！啊，道理在此。所以以前这个寺院庵堂，多半呢都是建立在深山，啊，环境非常幽静，啊，确确实实他们睡得早，啊，也起得早，啊，我在没出家之前，跟灿云老和尚呢，这个住茅棚，啊，住过半年。茅棚只有5个人，啊，山上没有水，没有电，啊，晚上点小蜡烛，啊，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大概9点钟就睡觉了，啊，早晨1点多钟、2点钟起床，啊，起床因为没有灯嘛。这个佛像前面点一堆蜡烛，那我们功课呢拜佛啊，就早晨起来拜300拜啊，拜完之后个人有个人的工作啊，就开始自己去做去，所以这是睡眠的时间越少越好啊。佛说啊，这个五欲呢，财色名食睡也叫五盖，啊，盖是什么呢？盖福了，把你的性德的、你的智慧、你的德能呢，盖住，障碍住，盖是障碍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东西越淡薄越好，啊，财可以不要，色也可以不要，这个色是指男女。可以不要，名也可以不要，啊，吃跟睡没有办法，啊，但是越少越好，啊，所以佛教人的时候是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够不够呢？够，啊，人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身体是个机器。需要能量补充了，他才有精神，才有体力。啊，能量的消耗啊，90%消耗在妄念上，确实与劳心劳力消耗多不多？啊，消耗在妄念上消耗的最多。啊，所以你的妄念越少，你的消耗就越少。啊，很少的饮食你能够吸啊，所以佛陀在世，这个他跟带的这批学生心地都很清净啊，一天一食足够啊，阿罗汉心更清净啊，见思烦恼都断了，一个星期吃一餐，
谁知佛的定功更深，就是说妄念更少啊，半个月吃一餐啊，阿罗汉出来托钵是一个星期一次啊，辟支佛是半个月出来托一次啊，一次就吃一餐，不是托一钵回去慢慢吃，不是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你看色界天人这五条都没有啊，这五欲色界天人啊，得粗禅这个禅定，得粗禅以上啊，他可以不要睡眠，他可以不要饮食啊，就证明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可以断的啊。我们现在烦恼习气妄念太重了啊，才需要这些东西啊。啊，所以他说这个你也是懂得啊，这个但是啊，他这个第二个问题，弟子对于财色名食都不贪爱，但是每天都很疲倦，总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睡觉上，但是精神呢一直都不能集中，对，越睡越迷惑。昏沉嘛，睡觉是昏沉嘛。哎，哪有的时候睡过来之后精神变成好的，没这个道理。啊，很累的时候可以休息。啊，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堂啊，现在我们在澳洲净宗学会的念佛堂也是这个方式。啊，念佛堂旁边呢有两个房间啊，大房间通铺啊，一个是男众一个是女众的啊，念累了呢你去休息，还清不脱啊，一醒过来的时候赶紧上念佛堂啊，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我们这个方式也是采取祖师大德的教诲啊，念佛堂不需要法师来带啊，我们采取绕佛，以绕佛为主啊，绕累了可以止静，可以坐下来啊，希望坐下来的时间少，绕佛的时间长，实在是疲倦的可以后面房间休息啊，休息好了赶紧再进念佛堂啊，24小时不中断。我们的佛期是70天，10个佛期连着堂，1年4次，春夏秋冬啊，每一季我们是一次啊，也便利同学们到那边去的时候要预先报名啊，用名额有限制啊，这个一般呢申请到澳洲观光旅游啊，澳洲都会给你3个月啊，所以你参加一个佛期的时候时间正好啊，70天、嗯、这个是真正是在那里用功啊，70天不说话啊，70天连电话都不接啊，跟外面就等于说是完全断绝，生活起居有人照顾你啊，心会静下来，静就能生慧啊，慧就有悟处。啊，你这后面问的啊，这个都是你的这个毛病都现前了。啊，你看看这个啊，这个无论做什么事情精神都不能集中啊，现在每天呢做4个小时兼职工作啊，做家务也很散乱，做得很吃力，常生烦恼，紧张忧虑，身体越来越差，大不如前啊，也不知是否跟年龄渐大有关系啊，你现在年龄51岁，
五十一岁还很年轻啊，是不是？啊，老法师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没错，一切法确实从心想生。说我虽然不去想自己年龄渐大，但实在有有心无力之感，又想多抽一点时间啊，看老法师的 VCD 啊，常识熏修，赶快抓紧时间一教奉行啊，真心希望今生能待业往生，不会空过啊，请老法师指教啊，应该怎么从生活当中克服。每一天少睡一些，这个最有效的方法拜佛啊，拜佛能够克服睡眠啊，希望每一天的时候先从100拜开始啊，每天早晨早一点起来拜五十拜啊，晚上晚一点睡拜50拜啊，然后慢慢增加啊。如果严重的话，你要真有这个毅力决心呢，每一天拜个300拜到500拜很好啊。我在早年初学的时候，我一天拜800拜消业障啊，早晨拜300拜，晚上拜300拜，中午吃过饭之后拜200拜啊，一天拜800拜，拜的很受用，这个拜佛是最好的运动啊，心清净，身体每个部位都运动到。这位许同学啊，他有三个问题。他说，迄今为止啊，弟子一生最大遗憾是没有智慧教育好下一代，继承优良传统，后悔莫及啊。儿子今年30岁，从读大学1年级开始，先后和3位女朋友有3段感情，由于我们家长反对啊，迄今还没有结婚。弟子夫妇二人对3位儿子的对象的条件均不满意，我们认为他与第一位啊，怕拖太早会影响学业。第二位呢，有长期素食的习惯，今后生活不方便。第三位，这个相貌和品德不好。摆事实讲道理，好言相劝，儿子不听。关系成水火，眼看儿子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狱无门闯进去。请问老法师，弟子夫妇应如何面对，如何引导这个资质聪颖、本性善良的儿子明了真相，不怨恨父母，还是听天由命？我们这个道场啊，有这个蔡礼旭居士讲的这个《弟子规》啊，有40个小时的这个光碟，你可以带回家了，给你儿子听啊。那怎么样叫他听呢？你不必叫他，你每一天自己听啊，很认真在听，在学习，慢慢的，他们会就跟你一起来看，
你的家庭问题就解决了。啊，最好的家庭教育，啊，是要你自己认真学习。你一句话都不要说，会感动他们。第二，他说母亲生前患重病，啊，我出自苦心，担心母亲牵挂，放弃治疗，便隐瞒病情。啊，我从母亲的神情觉得她还不祥立誓，啊，母亲有可能误会我为什么没有给予她更好的治疗。啊，他说我心这个心就是痛苦万分。啊，我自问不是不忠不孝之人，迄今耿耿于怀，父母已经往生，流传风范子孙思，请问老师，母亲往生后是否能明白事实真相，不再误会我？这个事情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己认真修行，你能够往生，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母亲就得度了。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帮助家亲眷属，自己也有修行真实功夫。第三，父母闷声四海，恩重如山，母亲往生后，我们一家人呢，素食49天，回向给母亲。从此，弟子每天早晚读诵《般若波罗蜜心经》及《白衣观音神咒》各一遍，回向给父母，祈求父母往生善道，早登西方极乐世界。请问老法师，这样做如法吗？不如念《无量寿经》、念《金刚经》更有效啊！这个白衣神咒虽然是很有感应，但不是正式的佛经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要一学佛呢，一定要认清呢，真正是佛所说的。这是福建的李居士他问题了，他有两个问题。所以我每天早晨诵无量寿经，下午诵地藏经，这是不是没有一心专念？要不要改成每一天专诵无量寿经？专诵好啊，专一才有效果。我们从谭旭法师自传里面看到一个例子啊，《隐城回忆录》啊，是谭旭法师的自传啊。老法师在没出家之前，跟几个朋友开一个中药铺啊，三个朋友啊，那个时候年纪都还不算大。30-40岁的时候，有个朋友啊，也是他的股东之一，一个刘居士，每一天读楞严经啊，他天天都读，很认真，读了8年，所以他那个小标题是“八载寒窗读楞严”啊，一部经啊。啊，他那一天中午这个生意没有什么生意嘛，中午就在柜台上打瞌睡啊，似梦非梦啊，就看到有两个人起来了啊，他就起来站起来，看到这两个人呢是他的冤亲债主，心里想来找麻烦的
有一点恐慌，但是看到他的面色很祥和，走到他面前就跪下来了。这两个人呢，以前他们有财务上的纠纷，打官司，打官司的时候他打赢了，这两个人上吊吊死了，以后他也很后悔，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送了两条人命，他也很难过。就看到这两个人来跪在他面前，他说：“你们两位来什么事情呢？求超度。”他这个心就安了，求超度不是找麻烦的了。他说：“要我怎么超度你？”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行行行，我答应你。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他的膝盖，踩到肩膀就升天了。就有这么大的功效，不要做任何仪式。这是什么呢？他修行功夫的力量，真实功德了。所以这个一门深入啊，你有真实功德，你搞太多了就困难了。这个就说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功夫成就的时候，鬼神超度。只要你答应的，不需要任何仪式。这个走了之后。然后又看到一个女人进来了，一看说她生前的太太还有个儿子都过世了。这两个人过来也跪在她面前求超度，同样的方式，只要你答应去，都看到她踩着膝盖踩着肩膀升天。这是谭老法师说的，记在这个《影城回忆录》里面。很好的例子，给我们的教训，自己要真功夫啊。第二，居士专念经而不做早晚课行不行？行，念经就是早晚课。你早晨念一部经，晚上念一部经，这就是早晚课。个人早晚课有不同的做法，不一定要用寺庙里面的课诵本，寺庙课诵本是他们道场在一起共修的，我们自己修行不变，越简单越有效果，你看有人他连经也不念，他就念佛号，早晨念一万声佛号，晚上念一万声佛号，他的功课就圆满了。都会很有效，真正的这个求往生。这是香港陈居士问的一个问题。听说有人在某一些地方经常见到二战时期的日军杀害中国人的灵体，这种情况等不等于这个中国人永远都是重复地受这种苦？有这个可能，所以对于狠死这些众生呢，我们道场在早晚课诵里都会讲，而且我们九楼这个念佛堂，就是祖先纪念堂也都供这些牌位，当然不是供个人的，我们是供一个总牌位，每一天都给他们这个诵经念佛回向。天津的陈居士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说我有一位朋友在香港动物保护协会工作，在工作中会为一些有病或者是一些不太好的
动物实行。他说有时候心里很内疚，但又不知道怎样做才帮助这些动物。你这个话讲得不清楚啊，有病的动物或者不太友好的动物啊，这实行什么？是不是把它杀死啊？还是叫他现在所谓是这用药物的时候来处死的啊？所谓是安乐死啊，所以你才有这个内疚啊。这些动物帮助他的时候给他做皈依啊，如果是常常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每一天给他做一次皈依三皈依啊，就像等于说我们做晚课一样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啊，旁僧就是畜生。念佛给他回向啊，给教他啊，发心求生净土啊，做畜生，这是业障很重，躲在这个畜生道啊，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样就很好。他有灵性，诚心诚意，你给他沟通啊，他都懂得啊，他也能接受。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养宠物，例如猫狗兔子等等，请问你可不可以为这些宠物做戒欲的手术？最好不要养啊，最好不要养。你想想看，你养这些宠物，你每一天要花费多少时间精神去照顾它？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拿去念佛呢？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精力是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呢？我相信香港需要照顾的老人孤儿很多啊，所以养宠物是很浪费时间，也浪费精神。这是香港一位同学，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旧日历中有佛像的应该作何处理？这种事情也是一般的常识啊，大家都需要知道。过去经书佛像破损的，不可以把它毁弃啊，要修补啊。为什么呢？以前呢没有印刷术啊，这个佛像啊，人塑造的或者是彩画的都很不容易得到啊，所以我们应当非常珍惜啊，来保护它啊。可是现在呢，科学技术发达了，印刷术发达了，成本非常低廉，连一般报纸上你看那个佛菩萨像我们都常常看到，那应该我们佛弟子应该怎么处理？恭敬心对待他就好了啊。你像报纸丢弃了，报纸还是叠得整整齐齐啊，这个让一般他有专门收垃圾的，我们用这个塑胶袋包好让他拿走，因为你也没办法丢弃，你也没有地方去把它烧化啊，现在住在这个都市里头困难很多，用恭敬心就好啊。那么旧的这个佛像呢，现在
你就是修补了，送人也没有人要。啊，心地太懦弱，啊，就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经书，除非是古籍，啊，这个现状书，啊，这是几十年前，这个几百年前传留下来的，这个还要珍贵，要保存。那我们真的要修，要修啊。那个纸张呢，快要坏的时候，我们就用裱画裱背啊。那裱一次，这个至少咱可以保存500年啊。这个是应当要做，但是现在一般我们这个印刷的书呢，那就没必要了啊。它的流通量太大了啊，所以在从前，经本上不可以写字啊，不可以把它弄脏。为什么呢？我们读了这个还流传给下一代啊。现在这个都不需要了啊。现在连这个你看图书馆里头珍藏的书籍啊，都可以影印，影印出来了，那我们在上写字啊，做记号都没有问题了，原版还还它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的啊。这个日历的处理也是如此，如果他佛像印得很精美啊，这个旧日历可以把那个佛像拆下来镶镜框供养啊，那个日历就不要了啊。那你非常喜欢的啊，如果他画得很俗气不想供养的，找一般这个报纸处理就行。第二呢，他在工厂做工啊，说我在工厂做工时曾经看到甲乙双方啊，这个单位都把还可以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做垃圾丢掉，我觉得太可惜啊。要知道每做完一件成品是要经过多次顺序的辛劳才行，故我拿去啊，给需要使用，我这样做是否属于偷盗？最好呢，你是给这个当事的人或者是你的工厂老板说一声啊，就是说一声他同意了，你就不是偷盗了啊。就是你们这个垃圾处理这些东西是还可以用啊，我能不能拿去这个送给一些需要的人啊，一些穷苦的人。我相信你老板也会点头啊，那你就不是偷盗了啊。一切都按照这个程序去做啊，屋都有主人同意就好。这位是香港后爵士啊，去年在我非常伤心的情况下，偶然从有线电视上看到知恩报恩的节目啊，师父在现身说法，就从此每天都收看。如今我天天看到你的影碟经书啊，这个佛法了，洗去心中的悲伤，我再不空虚彷徨，我回头了，我有了依靠啊，这个很好。啊，你是希望我要保重身体啊，因为还有许多像你一样的人啊，在等着你出现，希望他们也能像我一样。这个身体是要保重，不要任意糟蹋，但是也不要过分的重视，过分重视啊，对往生有障碍，你还舍不得离开这个身，是不是？所以啊，在佛法里是一切随缘啊。那么我们的生活有规律啊，饮食有节制，这个样子就不容易生病。
但是年岁大呢，还是不免有问题。不过在一般情况之下呢，跟我同年龄的人呢，大概我的身体都比他们要好一些，状况就好很多。我们的工作很简单，每天都是在讲经上课，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读经念佛，过一个很规律、很简单纯的生活，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来找我呢，没法子，是为大众的事情，我会去做，所以这过两天我又要出门，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来。这一次去法国、去英国、去美国，那么都是为世界好心。现在联合国来找我的时候，特别我们开一个会议，想共同合作，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这个是好事情，所以应该要去。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都不愿意放下讲经。讲经这是我的本行，我从事于这个工作嘛，应该要敬业，天天要干的，是吧？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跟其他各个行业密切的来合作，这个社会就是健康。这个社会就是美好的，自己做好本位，不要去干涉别人，要跟别人合作。这位是许同学许居士，他在去年2004年，在佛教青年佛堂。正式接受三皈五戒，现有很多问题。是个问题，是很多的。第一个问题，把房间一开为二，在四层柜面上装一个佛龛，正中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右边观音佛，左边地藏王像，佛前放两个电烛，三支电香炉一个，在前放檀香炉，香炉清水用一个自动制，每天早晨4:30到6:30，下午5:00到7:00，把念佛机及柱香等齐开着，烧檀香及上一支清香，先念净口深夜真言，香赞释迦牟尼佛号三称开经莲池还会佛菩萨三称，念佛说阿弥陀经一本，念六字洪名5000声，完毕念回向偈，这样如法吗？可以。这个在都市里面居住，环境受限制，所以我们对于佛的这些形式上的供养可以省略，不要这么麻烦。我们看印光老法师的官房，诸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旅游，可以到灵隐山去看看，他的官房现在开放了，供接别人参观。官房里面老法师的念佛堂那个很小，我的一个人用了，一张桌子，一尊佛像，佛像后面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大字死，天天想着这个事，供奉的非常简单，一个香炉，一杯净水，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啊，所以一个人修行是越简单越好。啊，这个供养具都是表法，这个一定要懂得。啊，燃烧这个灯啊，灯呢最好是用油灯、蜡烛。啊，很明显能够你能看出来，你用这个香用电点的，蜡烛也用电点的，这是形式啊，这个表法不容易看到。啊，蜡烛你看越烧越旺，代表什么？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牺牲奉献啊，我要舍己为人，取这个意思。你这个蜡烛烧的才有意思啊！啊，提高你自己警觉。我今天一天为别人服务，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啊，是不是像蜡烛一样？啊，油灯也是表这个意思。啊，香代表戒定慧，戒定真相啊，无分法身相，它都是表法的啊。啊，懂得这个意思，在提醒自己，我们今天一天要依教奉行。啊，取这个意思。啊，念一遍弥陀经，念五千声佛号，很好。啊，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家学佛的，不能不知道的。啊。第二，说佛前清水是否要天天换，用玻璃盖住如法吗？要天天换。那为什么？在干净啊，水是最重要的供养具啊，它表什么呢？表清净心、平等心。你看《无量寿经》上的经体，清净平等处，啊，心地清净平等呢，就会开悟啊，啊，所以这杯水是叫你看的，你看水平，干净，啊，里面没有染污，这是清净，水是平的，平代表平等，啊，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意思，啊，你的心呢？要清净，要平等，啊，佛菩萨的心清净平等，啊，我们的心要跟佛菩萨一样，啊，所以那个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啊，是给我们启示的，啊，所以都是属于教学，啊。第三是一个人在家念佛、绕佛，穿普通衣服。喝虚川海清啊，念佛念经念佛时遇到咳嗽和打喷嚏怎么办啊？仿香点圣天香和仿檀香炉熄灭算不算分心啊？又怎么办？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一心专注在功课，啊，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不需要去理会，啊，香点完了，不需要再续，你就不分心，啊，那个大众在一块共修啊，专门有香灯师管这个事情，啊，所以大众他不分心，啊，我们个人的时候，这一支香。点完之后可以不再续，我们全部功课做完之后你再点一支也可以，你不点也可以啊。这个檀香炉熄灭的时候都不要去理它。昼夜六时即早晚课应在什么时候为合适啊，念佛时把念珠掉下地
是否对佛不敬？念佛念珠掉下地，大概你已经昏沉了，昏沉该休息了，就不要再勉强了啊。那么早晚课呢，随着个人自己方便啊，不一定要像寺庙规定几点到几点，不需要，因为我们每个人工作不一样啊，这个生活起居习惯不相同。总而言之，佛法是随缘的，佛法总是恒顺众生啊，我们才会欢喜接受啊。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几点钟起来啊，你可以定起来之后，洗完脸之后你做点早课啊，如果时间长多做一点，时间短了少做一点啊，一定要跟自己生活配合，跟自己家庭配合啊，不要因为我学佛让家里人呢增加烦恼，那就错了啊。你自己说哦，我这个佛念的很多，时间很长，佛一定欢喜，佛欢喜你一家人讨厌你这个就错了。哎，要自己一家都欢喜就好啊，哎，不要让家庭什么起烦恼，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处佛身学是否利用佛的名义去行骗金钱，不是这个意思啊。处佛身学是有典故的啊，这个典故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啊，但是佛报答啊，有护法神保护啊，那么害佛是不可能的，但是让佛受一点伤啊，流一点血，这个有可能，这就很严重的伤害啊。所以触佛身学是忤逆罪啊，因为他的心不善啊，这是堕阿鼻地狱。利用佛的名义去骗人，这个是破坏佛教的形象啊，让人家这个感受到佛教徒是骗人的啊，佛教徒不是好人啊。你一个人做这个事情，你把整个团体的名誉都毁弃了，这个罪过跟破和合僧的罪相同啊，也是地狱罪啊。我们地方实在是太小啊，将来这个地狱变相图啊，怎么样来展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业因果报啊，丝毫不爽。下面一个问题，这三年前已决定的素食，是斋期与素食是否两回事？没错啊，这个是斋期与素食是两桩事情啊，素食是常年啊，这个立荤心啊，荤叫五荤，五种素还是素菜，你看那个荤是草字头啊，肉食叫心啊，是叫荤心，原理荤心。那么这个五种，这个也是蔬菜，为什么不能吃啊？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它是有个道理啊。这个五心呢，是指葱、啊蒜、大蒜、韭菜、啊心须。心须是印度话，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现在中国有洋葱，哎，洋葱也是心须，所以它的性质都相同啊。那么佛在《楞严经》上跟我们讲，这种东西生吃，它
与这个刺激身体，容易动肝火，容易发脾气。那所以这个要晓得啊，熟吃呢，它这个东西是助助长啊荷尔蒙，容易引起性冲动啊，所以啊，佛教我们戒饮啊，少欲啊，所以你熟吃，它对你生理上有刺激啊，生吃呢容易发脾气、动肝火啊，这个要知道。可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啊，用它做香料，那个量很少，不起作用，可以。啊，这佛家开源，他讲的很有道理的。啊，如果说是你像酒啊，酒的戒开源是最多。啊，酒是什么？酒醉了就乱性。啊，所以佛对这个是很重视，就是决定禁止。但是生病，在中药里头，很多药啊，要用酒做药引可以用，用酒喝药可以啊。那么佛门里面还有70岁以上，身体啊比较衰弱啊，酒能够帮助你血液循环，可以用啊。我在年轻刚刚修佛。也常在寺庙里头做义工，啊，寺庙的老和尚对我很好，常常呢要我跟他一起吃饭，可是我就看到他每一餐都有一杯酒，我很奇怪，是不是？哎，老和尚怎么每一餐饭都喝一杯酒，是不是？我们也不敢问，啊，到以后跟李老师了，我就把这个段事情向李老师报告，李老师告诉我，老和尚啊。70-80岁了，帮助血液循环，那这个可能，这个开源哦，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所以，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就知道啊。但是呢，在团体里头，最好就都不用啊，免得是有人不知道啊，他说闲话，哎，他怎么吃五荤的时候破戒了啊？可是。自己家庭里面用的时候就不必啊，家庭用的时候，你如果是吃素，那个素菜里连这些东西都佐料都不可以，一家人都不喜欢吃素菜，有什么味道？做调味呀，行啊，做调味行啊，量的很少。你说这个大蒜，你大蒜的时候真的，你叫我们吃，我们吃不下去，太辣了，辛辣了，那个没有法子，没有法子的。可是那么山东人的时候吃大蒜像吃花生米一样，是那个真起作用啊，就是跟喝酒一样，要足够那个量啊，它就发生作用啊。这个五荤菜的时候量少，作为这个做佐料的时候量很少，它不起作用，哎，生熟都不起作用，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一定要知道，你在这个生活方面你才晓得。可是有些不懂道理的人，怕他造口业，那我们就回避啊。所以这个要晓得。实在讲，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三餐呢都在服毒啊。啊，肉，我这次在这个山东参观一个养鸭的那个厂啊，规模很大，都是为了什么抗生素啊，哎，很快的就长大啊，一只鸭子听说是这个十几天就长得很大了啊，他就可以拿去卖了。这北京烤鸭的时候，一大半都是他们那里说这个生产的啊，我去那里去看的时候，他拿一个小鸭给我，差不多一个手掌这么大，很大了。他问我大哥，我说应该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有，两天。哎，真是吓人呐！啊，所以所谓的饲料，通通都是化学，
你说这个东西吃了人怎么不生病？这服毒吗？啊，这个蔬菜呢？蔬菜有农药，有化肥。啊，种菜的人他自己不吃，他拿去卖。哎，他自己吃的，他自己种一片他自己吃。哎，他卖的他自己不吃。所以我就对这个现在人讲的谋财害命，啊，很可怕。但是五行呢？五行是不要农药，也不要化肥。哎，那葱蒜韭菜它有气味，那个什么虫不吃那个东西。哎，实在讲啊，现在里头最安全、最保险的就是五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今天，我相信他说不是这个说法，是吧？我们要懂得啊，要了解。尤其现在这个奇奇怪怪的病很多啊，这个五行里面这个大蒜它能够抗菌啊。大蒜除了对科学家的报告，除了对眼睛不好，对全身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好处啊，所以少量的吃，不要多吃，哎，对身体有好处啊，能够防止很多疾病。下面问题就是看到有教育意义的光碟及善书啊，我必到各处啊找寻，取来向人介绍啊，算不算为佛学当义工？算，很好，是啊，很好的事情啊。后第八个问题啊，是除帮助别人和有意义的捐赠之外，我连一粒米饭及后面能写字的纸都不想浪费。这样啊，签令啊，是否过分？对佛法是否有抵触？没有抵触，应该这样做法。啊，现在的时候必须要节省能源，啊，要废物要利用，充分去利用，啊，这是好事情。第九，杀盗淫妄酒五戒中，妄语可能犯戒。因一时口快呀，会说一句粗话。这个其次，劝人素食时，不敢说信佛教，怕人说迷信不肯听，这样啊，有一点不忠实，你不需要顾虑这些。啊，对于不信佛的人，劝他吃素有好处。现在劝他吃素的时候，从卫生方面。你去劝导，啊，你就说，肉食里面的病菌太多，你常吃这个东西啊，生很多怪病，奇奇怪怪的病啊。哎，你说这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现在病毒生中，病从口入嘛，啊，饮食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啊，你说这个身体的营养，素食营养。足够了，啊，要把这个体这个饮食的能量的消耗啊，要告诉大家，哎，能量消耗确实90%以上消耗在妄念，所以实际上养生不需要那么多，啊，很少东西就足够能维持身心健康，哎，你这样劝导就容易了。不要讲因果报应，那他马上起反感，他不会接受啊。身体健康，哎，谁都希望身体健康长寿。第十，他说我的品性是否顽固或执着？哎，这个你自己解答就好了啊，用不着问我了。好，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啊，还有两分钟啊！好，这是香港一位赵居士问的，这弟子跟家人回昆明探亲，后在一个法师家中留宿5天，我和法师及其中
一个徒弟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每晚大约4点至5点钟左右被法师习气，自此之后心口痛及很疲倦，精神一直不集中，这是什么原因？这种事情我也听人说过啊，但是不多啊，好像有一种人呢能吸别人的气啊，他不是叫吸，叫吸阳。哎，世间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啊，所以我们这就是提醒我们跟人交际交往要很留意啊，要懂得察言观色啊。有些人你看到觉得有一点不太对的时候，我们对他敬而远之啊，尽量少接近啊，这个是最好啊。同时呢，自己这个身心修养很重要，如果你心地清净慈悲，他这些方法对你就没有效果啊。那么这些邪术啊对我们产生效果，还是我们自己有弱点啊，自己真的有一些德行的话，所以是邪不胜正啊。啊，这个心地啊，这个清净平等真诚，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能保护自己啊，也是最安全最健康啊。我们自己没有邪念啊，学佛的人我常常讲，决定不能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道心啊，道心都没有，道的行为当然不会犯啊，道戒决定不会犯啊，不能有伤害人的念头啊，伤害人念头是属于杀生啊，你对人有伤害啊，所以这个不可以有。要从内心里头清楚啊，我们做一个清净正直的人啊，这个是最幸福啊，最美满的日子。这个遇到这些事情啊，你看你自己现在这个心口痛，这个常常疲倦的，念观世音菩萨，求佛菩萨加持啊，恢复你的健康。好，时间到了，好。